打打下边炉被熄灯，唔通有人玩惊喜？起就冇啦，惊就大把。装饰伦敦广场，上个星期五先停过电，今个星期五又是嚟了。个炉安全啦，食乜都好味啲啦。又话啲料最紧要嘅。打边炉又唔同喎，冇个炉点打？其实冇电都打唔到噶，涛涛。三楼至十三楼都停晒电。上个礼拜就七点三，但系维持个时间咯，维持咗个几钟。咁呢个几钟里面咧，啲客人同上个礼拜一样，都系走晒。食咗半场，忽然停电个几钟。着翻灯嘅时候咧。我哋初頭以為著翻燈嘅時候係會有埋冷氣嘅，但係冇嘅，越嚟越熱。我哋連啲同事都即係出曬汗啊，客人又出曬汗啊，投訴話好熱咯，但佢令到我哋真係損失都幾慘，因為兩個禮拜都係熄嘅。係啊，都係幾多啊？喺最旺嘅時間，客人走曬。就算三個鐘之後有翻電，冷氣都係好弱雞。當晚有食肆話至少唔見咗二十萬生意額，咁保險有冇得 claim 先？罗少雄就话：食肆买嘅综合保有啲条款会列明，万一停电可以杀上，但保费就要睇翻呢几点嚟定啦。有食肆职员就透露，自从上个月中有两间火锅店新开张，电力供应就开始唔妥，怀疑系同佢哋大量使用电磁炉有关。不过广场方面就冇回应啦。陆大壮就话：如果要民事杀上起诉，就要先揾专家整份报告，证明佢哋有明显犯错先告得入噶。好，翻嚟63集第二節嘅時間啦。咁咧就頭先講緊一單火鍋店嘅新聞。咁啊，打打下邊爐熄咗燈，其實都幾靚。咁啊，當然啦，咁即係冇人想發生啲咁嘅事啦。但係某個程度嚟講咧，依家啲電磁爐咧都幾高耗電量嘅。咁如果真係好多個爐集中埋一齊，而即係譬如話相關嘅管理公司又冇好個計算清楚，或者個老闆冇好好計算清楚，整個自己嗰個餐廳啦，同埋整棟大廈嗰個耗電量咧，可能如果真係超出負荷咧，喺個安全標準裏邊嚟講咧，自動跳掣就停電㗎啦，自然係咪？如果唔跳掣停電就著火㗎啦喎，咁所以嚟講咧，停電定著火好啲咧？咁幾時都係停電好啲嘅。咁但係咧，作為嗰個食肆嘅老闆咧，就可能真係眼光光啦。咁至於頭先有提到話一個餐廳老闆損失咗二十萬咧，咁當然呢方面我比較質疑啦，因為以我所知，倫敦廣場應該都係一啲比較平民化嘅食肆啦。究竟即係譬如話走咗一轉客，咁會唔會話冇咗二十萬生意咧？咁即係我都幾相確嘅呢個問題，咁但係唔緊要啦。咁如果老闆話二十萬就由佢啦，咁啊，畢竟又唔係我賠錢，係咪？咁但係咧，裏邊有提到一啲嘢咧，咁我覺得幾值得同啲朋友討論下嘅。咁就係講緊譬如話停電之後，究竟會唔會可以有一個保險嘅賠償？咁當中啦，有訪問到我哋一位前輩啦，咁佢就話：，咁呢個情況底下咧，如果買咗綜合保險咧，就可以賠償。咁呢個答案咧，我其實有少少質疑嘅。咁因為一般嘅商業嘅綜合保險啦，我哋講緊一啲我哋叫 short package 啦，或者 office package 裏邊嚟講咧，咁如果停電引申到損失嘅生意額咧，咁以我所認知咧，就未必有相關嘅保障啦。咁可能真係有一啲特別啲嘅保單，我唔識啦嚇。咁但係咧，以我所認知就少嘅。咁但係咧譬如話佢有提到一啲，譬如話一啲當中有一啲雪櫃冰凍咗嘅食物，咁呢個係會有嘅。其中有一樣嘢咧，就係喺個保單裏邊，我哋所講緊我哋嘅客户嘅 stock 啦，裏邊當中有一個牽涉到一個叫 frozen food， 因為 frozen food suppose 你就係要保持你喺一個特定嘅温度底下咧，嗰啲食物先至可以維持喺一個好嘅狀態噶嘛，係咪？咁如果你啲食物解凍咗又雪翻俾人食咧，基本上咧都好高風險下嘅，因為食物嘅嘢咧你 keep 住喺 frozen 嘅狀態可以 keep 一個佢嘅有效限期啦。但係如果你解凍咗之後咧，就唔可以再雪翻嘅，又解凍又雪翻咧，基本上都係食壞人嘅機會都好高啦。咁所以咧就保險單裏面嚟講，其中有一個條款就係講緊，如果停電或者一啲叫做 electronic 或者 machinery breakdown 嘅話咧，即係一啲我哋叫做機件故障或者一啲電力嘅故障，引申到一啲需要冷凍嘅食物，係啦，咁
嘅話咧嘅損耗咧，咁其實可以嘗試向保險公司索償嘅。咁當然啦，可以索償之中咧，都要睇翻其實老闆喺買保險嘅時候，究竟有冇特別同自己間保險公司咧去 declare 翻，去申報翻你自己所 keep 嘅冷藏食物的數量和價值咯。因為逢是買這一類型的產品保險，即是買這一類型的綜合保險的時候，有時我們用都會用我們的經驗去評估究竟那間餐廳他們所 keep 的貨量或者是貨值的總額，或者是一些我們叫做單件的價值。舉個例子，譬如我最近都 去做過一些海美深融公司的一些客戶的評估，我都會問他，喂，究竟你老闆，你會不會賣一些很高價值，譬如什麼花膠王、千年人心、什麼冬蟲夏草、這些，是吧？因為那些一兩都說過萬元，可能一支千年人心又講緊幾十萬，一斤嘅花膠王咧，依家係講緊一啲叫做敏魚膠咧，佢哋係講緊係可以過百萬一斤嘅喎。咁如果你有啲咁嘅貨值嘅貨物嘅話咧，記得好好同我講清楚，究竟呢啲東西你係個價值大約係點，同埋 keep 喺一個咩情況底下去保存你呢啲貨品嘅，係咪客人好容易就可以掂得到、接觸得到咧？咁呢啲都要好清楚去講俾保險公司聽，而唔好話真係有事嘅時候咧，先至同保險公司去講話，喂，點解你呢樣又唔保我，嗰樣又唔保我啊？好似頭先咁有提到啦，如果係一啲因為停電而損失了一些生意，或者是走了單給人，其實損失了生意，客人不來呢，這些就沒辦法了，即是見你烏燈黑火，怎會有吃飯呢？你都不敢收那客人，是不是？但是呢，譬如說吃吃下的人走了單，那也都是即在保險單裡面來說呢，是也都是比較作出一個賠償去俾呢啲情況發生，因為點解咧？食嘢走數算唔算係刑事咧？但係遇到一個停電嘅情況啦，遇到火燭，我覺得冇人夠膽告你啦，係咪？但係遇到停電，你係咪應該走單咧？咁呢樣都幾值得商榷。咁呢方面可能問翻律師朋友咧，可能會比較合適啲啦。我哋叫做咁。至於喺保單裏邊嚟講，係咪有啲嘢關於老闆嗰個收入或者係利潤係可以作出保障？其實又唔係冇。在一個商業的綜合保險單裏面，有些保險公司提供一個條款就叫做 Loss of Gross Profits， 是說什麼呢？就是說字面一樣，就是說保險單會為老闆提供一個保障，就是他的無利的損失。但是香港裏面來說，會買這個保險的老闆也都不多的。至於為什麼呢？就因為畢竟在香港咧，都是以中小企的客户為主嘅。咁佢嗰盤數的公開程度，咁好多時我哋都會見到一些中小企的老闆，佢哋嗰個會計帳目裏邊嚟講咧，就冇錢賺嘅間公司，咁成家亦都係靠呢間公司喎。但係咧冇錢賺之餘咧，但係你又見到佢住曬別墅、揸曬跑車，咁亦都係好普遍嘅現象嚟嘅。咁至於點解會發生咁嘅情況咧？咁就留翻觀眾自己即係好好諗下，究竟點解發生呢個情況啦？咁所以老闆嚟講咧，佢哋會買呢、這個loss of gross profits 嘅保險嘅公司咧，唔多嘅，可能真係一啲譬如話我哋叫上市公司啦，又或者一啲佢好想好想搞上市啊，或者係佢好想，譬如話，我哋真正正好認真咁去運作我哋盤生意，去做好佢盤數。可能因為喺長遠嚟講啊，譬如話一啲商業嘅融資安排上面嚟講咧，亦都有一個好處嚇。咁你話呢啲咁嘅老闆嘅比例高唔高咧？都會有嘅，但係個比例上面嚟講咧就唔會咁高咯。咁所以嚟講咧，等於就係話佢要揭開佢盤數俾保險公司去睇，究竟佢係咪真係賺到呢個錢？個情形咧就有點而像呢、這個買個人保險裏面，我哋其中有一種保險咧就叫做disable income。咁但係disable income咧，
都很少老闆買的，因為老闆很少拿得出張稅單。但是對於一些高收入的人士呢，或者是公務員呢，他們都 都會有興趣投保這一類型的保險的。因為最後尾不是無論你買多大也好，如果牽涉到有 claim 的時候呢，其實保險公司都有權去查核翻究竟過去那幾年究竟你的平均收入是怎樣，而避免了一個我們叫做講緊一個道德風險。所以呢就這一類型真真正正要揭開盤數給人看 的保險呢，很多時站在華人社會，以我的經驗呢，就肯投保的老闆真是少之又少的，是啦。特別是做生意啦，係啦，咁因為見到我哋有陣時面對好多食肆嘅保險嘅客户嘅查詢嘅時候咧，好多時都面對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話老闆啊，喂，其實你啲裝修係值500萬嘅，咁即係咁究竟你個投保額買500萬有冇問題？唔使買咁多，買200萬得啦。咁我哋都會問翻佢，喂，點解啊，老闆？因為你真真正有事嘅時候，真係要保險公司即係得到一個合理的賠償。如果你咁樣去買法咧，可能會影響咗有事的時候嗰個 claim 嘅理賠嘅喎。咁啊，佢哋都唔會，即係有陣時我哋遇到啲客户仲係好用佢自己嗰套諗法去安排呢啲咁樣保險嘅投保嘅。甚至乎佢話：，我做咗幾廿年都係咁啦，或者係喂我個行家都係咁買啦，係嘛？咁好得意嘅喎，佢哋有陣時選擇寧願相信佢自己嘅行家咧，多過相信一個真正正喺保險業裏邊從事嘅朋友或者係保險公司俾佢哋嘅指引嘅喎。咁啊，所以咧有陣時我哋做呢行啦，講翻我哋最心痛嘅事咧，就係話好多時我哋見到一啲 case 係愛莫能助嘅。因為他們沒有放一個心去聽我們究竟給他們的意見，他可能以為我們有個利益立場在這裡，就一定會是為了做多幾元生意去給他這樣的意見。即很多時候其實以我所認識的保險朋友呢，他們都未必真的為了那幾元佣金，反而是真的想遇到有問題的時候呢，希望可以客戶得到一個滿意的賠償，滿意的答覆，去好過就是說有事的時候呢先跟他講故事，說想怎樣不賠法啦，是啦。這個新聞就講到差不多了。第二個部分咧，第二節嘅第二個部分咧，都想同大家講一啲保險嘅理賠小貼士嘅。咁今次想講咧，就係一個叫 reporting periods 嘅嘢。咁其實咧，所有嘅保險單咧，無論係當然啦，人壽保險咧就未必有呢個 reporting periods， 但係咧大部分嘅一般保險咧，基本上都會有呢個 reporting periods 嘅要求嘅。咁除非一個我哋不可控制嘅情況底下啦。咁reporting period 係講緊啲咩咧？喺件事發生之後，客人係有個責任向保險公司提出索償，咁保險公司咧先至願意為呢個咁嘅索償咧去進行處理嘅。咁我舉一個例子啊，咁譬如話一般嚟講咧，我哋見過嘅醫療保險裏邊咧，好多時保險公司都係用90日嘅，係啦，即係換句話嚟講，客人出院之後90日你就好去 claim 錢啦。如果遲過90日咧，保險公司咧就係有權唔作出賠償嘅。咁但係個別我亦都見過有啲公司係30日嘅喎，咁所以咧就如果你哋買咗嘅保單咧，記得真係好好正真真正正好好睇 review 下自己張保單。咁至於其他保險啦，譬如話旅遊保險啦，好多時都係講緊回程之後嘅30日啦。一啲商業上嘅保險咧，好多時都係以30日嘅 reporting period 去做標準嘅。咁當然啦，這個30日其實係點樣去計算或者衡量呢？係咪一定係揸緊係事情發生之後30日呢？又未必嘅喎。嗱，舉個例子，譬如話去一啲我哋講緊責任保險嘅索償啦，可能你有一個行為對別人一個第三者引致到佢有一個損失嘅話咧，但係嗰個 moment 你未必知道呢件事係發生咗噶嘛，咁咧，如果你知道或者係唔知道應該點樣處理咧？嗱，舉個例，發生咗一宗交通意外，或者係你公司發生咗一個漏水嘅情況，咁其實咧，你都有責任咧，早啲盡早話俾保險公司聽，喂，阿米奇啊，
我咧就個公司咧就漏水啊，浸咗，好似上次基地都浸過啦。咁鱷魚都係即係一知道都會通知我哋。咁一浸咗之後咧，其實我哋都會研究翻究竟自己嗰個客人有咩財物發生咗損失啦。咁第二咧就係記錄在案咧，就係話可能會有一啲潛在嘅第三者嘅損失。咁呢個情況底下，我哋叫即時申報咗啦。咁但係有啲情況可能係我哋都唔知，我哋原來影響到人嘅喎。例如話一啲內藏嘅喉管嘅漏水啦，我哋作為嗰個物業嘅業主咧，亦都要為呢一啲事情咧，負翻一個責任嘅。咁簡單啲嚟講，內藏嘅喉管漏水，我喺樓上嘅單位，我真係未必知道噶嘛，係咪？下邊滴水撳門鐘上嚟，我哋先知道。而呢件事可能已經發生咗一段時間嘅，都唔頂嘅喎。咁嗰個30日。的 reporting period 又怎樣去計呢？就是以我們知道的情況下去計算的。當然如果在這些事情牽涉到第三者已經去你發生索償的話，就真的不要等到30日了。一般我們會建議朋友是怎樣去處理這一類型的 claim 呢？知道有些東西可能影響到自己或者是別人的利益的時候，其實現在的internet 那麼方便，可以打電話告訴我們，可以 send email 告訴我們，給個 whatsapp 告訴我們，早些告訴我們，讓我們跟保險公司作出一個事件的申報，是的，有一個潛在的索償，我們通常都會用這個字語的，可能會發生的索償去幫你report 咗件事。咁保險公司咧，一般嚟講，佢都會回應翻個 email 啦，又或者係佢回應翻個 email 之餘，俾定份 claim form 我哋嘅客户，就話翻俾佢聽，喂，不如你填定份 claim form， 究竟發生咩事啦？咁咧就保障翻個客户喺一個所有事情都係得到保險公司嘅 cover 嘅情況底下去處理，咁樣咧就對於客户嚟講就萬無一失啦，就唔好話有事嘅時候嚟喊苦喊忽啊嘛，係咪？咁呢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多謝曬大家嘅收睇，拜拜。